老公，你收拾完快进来休息会儿吧。马上啊。谁呀、啊？出去看看。没人啊，那刚才……你们快来看，这老虎的脚印。这个脚印和老虎的脚印的确很像，但是猫科动物行走时，脚趾会将爪子缩回。地上这个带钩的脚印应该是熊科或者犬科动物留下的。刚才的黑影大概和帐篷一样高，所以很有可能是熊。啊！快进帐篷。爸爸，一般的动物都害怕金属声音。幸好我带了音箱，来。需要插电啊。咱们这车可以对外放电。嘘。能把你们音响关小点吗？别人都投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虚惊一场，快进来休息吧。还和上次点一样呗。嗯，好。老板，来两碗面。这叔叔胃口真好。您的面慢用。啊，原来有约。咱俩交往五年了，你就爱吃这家的面，以后我天天带你来。不，别听别人八卦。来，多吃点肉。哎。发生那件事以后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您的泪先在眼角出，所以眼泪会先从眼角流出，而他的眼泪瞬间从眼眶中间滑落。眼药水起多了，鼻子没红，也没有哭腔和哽咽。哼哼，假哭实锤。不过这是演给谁看呢？你在这等我啊，我去买你最爱喝的奶茶，千万别走啊。这男的虽然不太正常，但还挺深情的，听着都快哭了，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怎么了。哥哥快跑吧，不然就该你哭了。哎，要想情人节我还待着是该哭了。他的人是来吃霸王餐的。啊， run， 站住，别跑，绝了。好厉害呀，我怎么没运动细胞呢？还不是遗传了你老婆？谁说的？后天训练也来得及，你爸来当陪练。首先改变作息规律，起床了，先做十足俯卧撑。另外得增加肌肉负重能力。来，木美，背着。老婆，我正要出门，可能过不了地铁安检。克服一下，可以送孩子，别迟到了。怎么办？演一出苦情戏，联手。都回来了，赶紧吃饭，晚上还有几组拉伸运动要做。不美，你怎么了？你这训练方法，孩子真吃不消。我是大人，能咬牙坚持。睡眠不足，背的东西太重，肩膀都勒出红印儿，可别影响长个了。还不是想让他锻炼锻炼，这次是我草率了。现在不美，取消强度训练，恢复正常。哎，你刚才说今天的强度你能坚持，那你再练一个月，我看看最终成果咋样。今天又降温了呀？这个叔叔很热吗？是临时性故障。哎呀，这么倒霉！你干嘛？你别过来！你别乱来啊！这时候还乘人之危！你别过来！真的好难！木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呼吸和心跳加速，大量出汗，全身出现抖动。这个叔叔犯过度通气综合症，这个病会使待会儿呼吸导致体内二氧化碳过度排出，从而浓度过低。叔叔刚才是咬了姐姐的纸袋，可以吸收呼吸的二氧化碳，以达